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一个钥匙圈的吊饰。那么，首先我们来看，钥匙圈的系统拆解哈。一个钥匙圈的吊饰里面基本上会有几个部分。那第一个当然是吊饰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这边。为了各位上课试做方便，我们把大小确定在3公分乘以6公分。哦，那形状你可以决定是椭圆形或者是长方形哈。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钥匙圈的孔啊，我们要挂在钥匙圈上面，所以上面需要有一个洞。那这两个部分呢都是属于要切下来的部分，所以我们把它做切割的处理。那第三个部分呢，是钥匙圈吊饰上面的资讯。那既然这是一个钥匙圈的话，上面如果人家捡到你的钥匙，就要知道这个钥匙要拿给谁嘛，哈。所以上面一定会要有电话联络的资讯，还有这是谁的，可能要有姓名，姓名跟电话应该是免不了的。那其他部分如果需要加图案的话，各位就自行再处理。那这个部分呢，会是属于用雕刻的部分哈，因为我们并没有要把木片把它切穿。那我们这一次使用的材质呢，会用练习呢，我们会用3mm 的段木板。那当然，各位在自己实作作品的时候，可能会挑比较好、比较厚一点的原木或者是亚克力之类的。那这个到时候设定的雕刻跟切割的参数就会有点不太一样。好，那这是我们这一次要做的钥匙圈。好，那我们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呢，会有几个步骤哈，各位先知道一下。首先就是你要画图，画图设计，然后画图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尺寸，这是第一个步骤。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根据你的材质去设定我们到底是要切还是要雕刻，然后要雕多深，这个部分是要去做选择的。然后我们通常会先做雕刻，再做切割，这个才不会让你的这个吊饰，如果你先切割再雕刻，它会在刻完之后掉下来。然后再去做雕刻，那位置就会跑掉，所以我们通常会是先雕刻再做切割。好，那当你这个部分设定完之后，第三个部分就是输出到随身碟或者直接下载到你的雷切机上面准备做输出的动作。好，这三个部分。好，首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式画一个图。各位先把雷切的软体打开。好，那我们要画一个3公分乘6公分的一个底板。好，那我们来做一个椭圆形的，所以你到左边的工具列选椭圆的工具，然后呢，在你的图面上直接拉一个椭圆形。好，拉完之后呢，好，这是一个你理想中的椭圆形之后，请你再点选它，然后到这个地方设定尺寸。好，因为我们在做雷切、雷雕的时候，尺寸很重要。那这个是左右的宽度啊，所以我们把它设定成60，就是6公分。然后高度呢，设定成30，就是3公分。好，那这个就是你实际的吊饰的大小。好，那么接下来，请你按着键盘上面的 Control。然后滑鼠的滚轮往前滚，把这个区域放大，让你比较好去做设计的部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需要在上面穿一个洞，然后还有输入文字资讯。我们要在钥匙圈的左边开一个孔，那所以这个是用来挂钥匙圈的哈，所以我们需要拉一个正圆形。那这个椭圆的工具呢？如果你要画出一个正圆形呢，你可以选完工具之后，按着键盘上面的 Control，
然后再去拉这个圆形，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圆形怎么拉都会是一个很正的圆形、哦、好，那你可以决定一下它的大小，所以我们选一下、哦、我们点选一下这一个椭圆形，然后呢在这边、哦、让它变成一个3×3的大小、哦、钥匙圈大概3×3就够了、哦、0.3 公分，先把它放到左边。那如果你需要对齐，我们等一下一起做、哦、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呢会是在这个吊饰的底牌上面，我们要输入我们的、姓名跟电话。好，那输入姓名跟电话都是属于输入文字的功能，所以我们在左边的文字工具列点选，点选之后呢在画面上点一下，然后在这个地方文字区直接输入文字，好，那么如果你想做文字跟你的电话需要不同的字型或不同的大小，那这边会建议你分开输入，那字型在这里做选择，那这里的字型会是根据你的电脑有安装的字型它才能够做选择，那如果你想要别的特殊的字型的话呢，就必须要去安装这个字型，或者要去使用外面的向量图来做处理。好，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下一次的课程里面会提到。好，所以输入完姓名之后，把你的文字姓名放大到你所需要的大小。好，那接下来是输入电话，好，一样在这个地方输入文字工具，然后点一下画面，然后在这里输入你的电话，好，按确定，然后一样把你的这个电话调到适当的大小，然后移到适当的位置。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做这个对齐的调整，好，比如说这一个圆圈跟这一个底板，这两个都选起来之后呢，这边上面可以做至中对齐。好，好，好，这样就完成对齐的部分。那你的文字，你的姓名跟你的底板，好，也可以做对齐的动作。好，那如果你这边全部一起选，然后按对齐的话，你这个圆圈圈一样会被一起对齐，所以我们把它排除在外。好，那排除的方法可以按着 Shift 去点选。好，那这三个东西我希望它是中间对齐，在这里，好，垂直至中，所以你可以点一下，它就可以靠中间对齐。好，对齐完之后我们最后做一下检查，就是你这个圈圈这是要挖洞的，跟你的钥匙圈底板，好，这两个东西这距离呢不能太短，如果太短呢会造成你钥匙圈用力一拉这个木板就会断掉。那怎么知道这里的距离呢？这里有一个把尺，测量工具，请你点一下，然后待会呢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它的长度，所以我们在这里直接从这里拉到这里，好，各位就可以看到这个宽度是 1.8， 就是接近2mm， 那2mm 会有点太细，所以我们把它再稍微往右边移一下。那往右边移你也可以用上下左右，好，上下左右稍微移一下，好，接近大概是 2.5-3 应该就没问题了，好，现在已经 3mm， 好，这样大概就不会有问题。好，这是做图做完之后呢，哦，我们第二个阶段就是来确定这些图案，哦，哪些是雕刻，哪些是切割。那我们刚刚有说，里面的文字跟
图案的部分都是属于雕刻，就是我只往下挖一点点，所以我们把它选起来，把这两个东西选起来，选起来之后呢，我们点选绿色，点完绿色之后，在这里，绿色的部分我们可以点两下进来，确定一下它是不是扫描。那所谓的雕刻在软体里面它叫做扫描，所以我们把它点选成为扫描的功能。那至于那个功率呢，至于它的功率，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这边有提到它的功率，如果是雕刻的话，功率是 20， 速度在100到400左右，看你要多深还是多浅。所以我们在绿色这个地方打开，速度功率可以到20就好，不需要开到那么大。然后速度呢，看你的深浅程度，你可以100到400，速度越慢当然雕的就越深。那当然这边也有一个参数库可以做参考，所以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里有写，如果是雕刻木板雕刻，这边会建议你那个功率大概 30%， 速度大概400，那原厂建议的参数都会稍微重一点，都会稍微重一点，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每一批木板来都会不太一样，因为木板的硬度都不一样。好，所以你这边做了简单的基础的设定，按确定。那么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要设定外框跟那个钥匙圈。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把你的外框点选，跟钥匙圈 Shift 按着， Shift 按着再去选，就可以一次选到两个东西。把你的，因为这个地方跟你的外框都是要切掉，把木板切下来的，所以我们把它选成绿黑色，把它选成黑色。好，选成黑色之后呢，这是属于切割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去切割的部分，请你点两下打开。好，那刚刚我们在下面这个地方，切割的功率大概是功率50，速度20，就可以把它切穿，以这个木板来讲，那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作品上面，我们把这两个外框跟内圈选好之后呢，我们在黑色这个地方呢打开之后呢，这个是它的速度的部分，我们先确认它是切割的部分，然后在速度上面设定 20， 功率设定 60， 大概是这样。那当然你要使用它的建议参数也可以，从这边点进来，然后 3mm 的断木板切割，这边会是用20的速度，然后功率会开到80，刚刚有说原厂设定的功率都会比较大一点，事实上不用这么大就可以切穿。那如果你要用它的功率，你可以直接用载入，它就会把功率整个带进来。好，那如果你不想浪费那么多功率的话，其实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不需要到那么大，60就可以了。好，按确定就好。好，那么当你做好你的牌子的你的这个吊饰之后，好，那最后呢，这个就是刚设计的部分已经完成，然后我们刚刚也把你的雷切的扫描，就是雕刻跟切割的参数都设定好了，然后还有一个顺序的问题，我们通常会先做扫描，就是雕刻再做切割。那我这边比各位多了一条，这一条是这个图案，那我现在把它删掉。好，所以我们通常这边会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你刚刚做的图面扫描的部分，雕刻的部分，那雕刻要先做，所以我们把它的优先顺序，这里优先顺序把它设定成一。好，那如果你是比较新的版本，它可以这样直接拉上去，好，或者这边直接这样拉下来，好，这样也可以换优先顺序。好，
好，所以我们把雕刻在前面做，切割在后面做。好，设定完之后呢，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输出。好，输出，所以我们在这边，如果我们用随身碟，就请你把随身碟插上去。好，那请你做保存为脱机文件的动作。好，所以请你点选保存为脱机文件，然后选到你的随身碟，然后这边呢给它一个名称。好，那它会存成 RD， 副档名是 RD 的档案。好，那这种档案呢是可以直接送到雷切机去做切割，所以我们直接存档。好，这样就可以了。那你刚刚存档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件事，你的档名档案名称不能有中文，好，这个不能有中文哦，而且你的这个主档名要在八个字以内，好，八个字以内，英文跟数字都没问题，在八个字以内。好，那这是存档的注意事项。那另外如果你这个档案之后还要做修改，好，之后还要做修改，那么请你呢在文件这边，好，把它直接按保存，那它会存成 RLD 的档案。好， RLD 的档案，那 RLD 档案是你的电脑用的，好，你的电脑用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输入中文。好，因为这个是电脑用的，那这个是可以后续做修改的。好，所以请你按存档。好，这样就完成设计的阶段。